先和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很爱用的修容利器术士的电动皮毛，它是纯白色，然后拼接玫瑰金的，非常有质感和小巧，性价比呢也非常高。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四种用法。之前呢都是用剪刀来修皮毛的，但是呢会修得参差不齐，还有可能会戳到。但这款皮毛卷呢就非常方便，一打开开关，然后把这个刀头轻轻地放到鼻孔，然后转一圈拿出来，这个皮毛呢就已经修剪好了，非常方便。而且它这个刀头的磨圆设计呢也不容易刮到鼻孔的皮肤。第二个使用方法呢，就是用来修眉，把一边的刀头呢轻轻的靠近眉毛边缘这些杂毛，然后轻轻的刮一下，还可以用它来修耳毛，因为耳毛呢是属于比较细的那种，也不用经常修，轻轻的放到耳洞这里，稍微的转一下，拿出来，这个耳毛就修剪好。后来我还会用它来修剪鬓，稍微的把这个轮廓的线修得更干净，这样子的话你的脸看起来就会更利落一些。术士这个皮毛剪呢是防水防菌的，你用完之后用清水一冲，然后就干净了。